在哪里呢？在泰国曼谷最热门的地区，叫做塞阳这一区啦。不过后面就是塞阳帕拉贡，没错。如果你来到泰国曼谷玩的话，第一站一定要选在这一区来玩呢、啊，因为这一区呢有好多百货公司，好多装置艺术，好多活动可以参加哦，真的很不错。首先呢，既然讲到塞阳帕拉贡了，先跟大家聊一下，今年圣诞节呢，塞阳帕拉贡里面呢就是有一个 Dior 的装置艺术的圣诞树，那个蓝色好漂亮，好优雅哦。希望你呢，如果刚好有这段期间来，可以来尝尝看，不是，可以来玩玩看。哎呦，是不是肚子饿了，想吃了？在吃东西之前呢，我们要先去一个地方，哪里呢？就是在塞阳帕拉贡的对面，叫做塞阳 Center。Yeah， 如果喜欢逛一些潮流设计、泰国当地设计师的店的话，到那里准没错。现在我要去 shopping 逛一下喽 ，Go！哎，我进来了塞阳 Center 了，这里呢是塞阳 Center 一楼，叫做 Absolute 塞阳 Store。为什么特地介绍这一区呢？因为这一区有好多好多泰国流行设计师的东西哟、哦，就是那个翻玩设计的概念。你看到这个东西就说哈，泰国人真的太厉害啦，谁会想得到啊？这个不是椅子吗？椅子怎么会变成包包啦？好特别，好可爱哦！你就觉得这就是 Thai style， 太厉害啦！我们进里面看吧。到泰国就是一定要来一件花花衬衫的啦，代表我已经来到泰国了。简单的一件 T 恤，它可以结合呢泰国就是传统的那种格纹设计。只要你看到这种格纹呢，就是你到泰国来了。这是泰国的品牌，叫做当蛇啊，就是这个老虎，超特别的啦。然后呢，还有这样把它做成帽子，丹宁布，然后跟它的这个纸袋外层的做一个设计，好特别哦。头太大了，头太。这什么？这是包包，这个呢，背出去就是要有态度，态度决定一切哦。这个蛇牌呢，爽身粉，大家来泰国一定是不陌生的。现在除了这个喷的之外啊，你看这个，它有做成这样子的，就是洗澡的沐浴乳、肥皂，任何的都有啊。这个也是包包啦，嘞，还有这一个蜈蚣牌，嘞嘞，纸壳的哈。这个啦，我看过好多部落客里面都有穿哦，都特地买这件来穿，是很特别。你可能会觉得说，哎呀，都是蜈蚣哎，怎么会这样子？不好意思，蜈蚣就是这个品牌的一个经典 logo。一样一件事情，态度决定你流行的一切，所以你态度很重要。哇，你看这个酱汁，耶！有个帅哥帮我弄啊！这整个活动到1月11哦，可以找这个很帅的帅哥。很累，其实很累哎。哇！哇！他叫我骑快一点，我就这样骑，然后就一边。不管好不好看，是帅哥弄给我的，我都觉得好好看哦，对不对？啊，不知道这样。耶，到了塞阳
洋 Discovery 里面的 Lofter 商店其实还算蛮大的哦。然后它这里面有分四区，一区呢就是保养品区了，再来一区就是礼物区，再来还有三 C 小物区，再过去一点呢就是 DIY 区。呜呼，这里面东西可多的呢，有各式各样的，就是泰国代表性的一个面膜，然后真的就是长这样子。去看看还有什么 ？Go Go Go！ 哇，它有卖这个单包装的，一包的。然后这一区的话呢，它就是走礼物区。哇，你看这个很可爱，很可爱。我之前也有说过啊，就是比如说像这个啊，啊，如果你就这样带出去，我喝醉就。然后再过来这一区就是三 C 小物区，像这个很可爱的一个充电器在这边，充电器有分很多种可爱，还有披萨。然后这边呢就比较像是文具类啊 DIY 啊，所以如果你是文青的话，想要来一点气质，你就可以来逛这一区。就是这边的 Say Yang Palago Go Jim Thompson 泰师大王，超美来到呢 ，Jim Thompson 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就是丝巾，噔噔噔噔噔噔噔，哦，没有一个是优雅的，马上破功就撞到手。我跟你讲，很多人到泰国来呢，都会想要找什么泰丝，因为泰丝呢在泰国是非常的有名哦。然后这一间泰丝呢就叫做 Jim Thompson， 对，就是这个人名。这个人名呢，其实你网络上随便搜寻就有他很多很多故事。那为什么他会那么有名呢？除了就是他的设计跟手工很厉害之外，真的，你看他的品质真的都很好。他以前呢做泰丝起家的，现在已经呢，你要的衣服啊，你要的包包啊，你要的帽子啊，你要的有的没的，这边都有，真的很厉害。漂不漂亮？它这一款呢是目前最新的图案，哇，好美哦！这个是刚刚我有去做个功课，说这三款是还蛮常会被客人带回家的，就是这三个，你看，很美哦，这个稻穗的图案。超美的，然后就可以这样子披一下，然后就会很有气质的感觉，好不好？如果怕冷，再多带一条也没关系啦，哈。反正呢，塞扬帕拉贡随时都在打折，希望大家如果有空呢，来到泰国曼谷呢，塞扬帕拉贡逛街逛街逛街，我们吃了。饱饱的，玩的开心的，然后呢，我们就来逛一下街，买一下伴手礼，然后带回去。希望你可以在泰国曼谷逛好逛满，买好买满哦。接下来我们要去哪里呢？呵呵，说完了百货公司，我们逛了 Seyan Paragon， 逛完了 Seyan Center， 又逛完了 Seyan Discovery， 逛完了吗？还没有。接下来要带你去哪里呢？河边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Icon Seyan， 怎么去呢？跟我走就知道喽。Go！ 刚刚从 Seyan 搭那个 BTS 到了这一站 Sapandasin 一号出口，就可以直走就看到。船就是有那个接驳船，就可以直接到那个 Icon Seyan， 在我的左手边，有没有看到？耶、yeah, ，好棒哦！耶、yeah, ，终于来到 Icon Seyan 了。我一进来呢，这里呢就是 Icon Luxury 这一区呢，这一区就是有很多国际知名的，你知道，就是品牌啊，他们就为了要配合呢 Icon Seyan 的色调，什么色调呢？金银铜，所以就打造了每一个这样的店面，就是哇，非常的奢华，非常的贵气，非常的优雅呀，很适合我。呵呵，嗯，好了，来到这里呢，先不要买东西好了，我们先来吃东西。嗯，你一定会觉得说，怎么又要吃了吗？对，没错，又要吃了。Go， 在五楼。好的，我终于上来了。这个是在爱康沈阳的五楼，你知道这个户外好特
特别哦，因为可以一边在户外，然后欣赏着河景，然后可以吃着烤肉，韩式烤肉。这一间店呢叫做 Nice to Meet You， 可是它那个 Meet You 是肉的意思 ，Meet You 就是跟肉相遇的概念啦、啊。这边呢，如果你觉得你怕你不会烤的话，或是烤太慢没关系，你可以请服务生帮你烤，嗯哼，很棒吧？我来欣赏我的河边美景，然后来吃一下我的韩式烤肉，待会再带大家去逛一逛哦。这一区，这个叫什么？叫做 Super Park Thailand， 爱康沈阳。现在来这里呢，除了吃喝，然后逛街，现在还可以就是有可以遛老公的、遛小朋友的地方，在这里，Go。After the singer is... 我现在迫不及待想要玩了。嗯，看，可以累了。完了，我就像疯子了。话说我以前是手球队的哦，阿尼奥。迪卡的感觉哦，迪士尼呢已经前进泰国，嗯，没错，所以呢迪士尼也特别跟爱康沈阳有合作哦，所以有一些特别专属于爱康沈阳的迪士尼商品就在这里，哇，好多好多，好可爱哦。这个是袋子吧，该不会是被子吧，真的是被子耶，被我说中了，我马上就可以睡觉了。哇，真的好棒哦！真的有机会来到爱康沈阳的话，然后又喜欢很特别，比如说限定的泰国限定的商品的话，就应该要来这边买一下啊，纪念一下，因为这个只有在泰国才有的哦，好可爱哦，哇哦！玩的迪士尼那一摊，对不对？你只要往河边这个方向走走走走走，有一区叫做 The Celebrity， 这一区呢里面有很多设计师品牌，它的东西呢都蛮有趣的，也很有潮流性，而且呢它时尚的东西也不少哦。如果今天你想要买个礼物，或者是呢想要挑选很特别的商品送给你喜欢的人、你的爱人、你的老公、你的老婆、你的好朋友、好姐妹、好闺蜜，嗯，这边一次都可以选择的哦，好多好多。那我们去里面看有什么吧。来到泰国真的一定要买香氛品，因为它的香氛品真的是太强了，而且这种造型又好看，我真的觉得是每一间啊都逛了都想要带一点回去啊，荷包真的是很难省啊。好可爱的小物哦，真的要再强调一次，在泰国呢它的设计潮流真的是蛮领先的，而且他们很多元呢会去组合各种元素在里面。今天看完了这整个的感觉啊，其实你应该不难发现在泰国的设计其实是真的还蛮厉害的吼，嗯，难怪就是一直存不到钱，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这就是泰国旅游的魅力啦。白天带你去逛沈阳商圈是不是很好玩呢？接着我们就到河边的爱康沈阳，哟，这样逛好，又去吃一吃，真的太幸福了啦！希望大家呢，如果有安排泰国旅游的话呢，嗯，别忘了把暹罗商圈跟爱康沈阳放入到你的行程里面哦。哦，还有还有还有，跨年要去哪呢？嗯，来来来来来来，曼谷跨年吧！曼谷跨年呢，有正好的选择就是爱康沈阳，没错，这里晚上呢又有灯光秀、烟火秀，好棒哦！而且最棒的是到什么时候呢？
他会一直玩玩玩，玩到半夜两点呢。参加完晚会之后，又可以送你坐船到对面去哟，是不是还不错呢？啊，你就想说，哎呀，坐在户外，我不想人挤人，好烦哦。没关系，你只要预约爱康水阳里面的餐厅呢，也是可以这样看烟火，一边吃一吃，一边看烟火，也是很不错的选择哦。希望今天介绍这一集给大家呢，真心真心希望大家可以到泰国曼谷玩，可以玩得很开心，带着满满好的回忆回去哦。嗯，想要知道更多亚美奖在泰国的资讯，请记得订阅亚美奖 YouTube 跟粉丝团喽。拜拜，先跟大家说新年快乐了哈，到泰国也要快乐哦，拜拜。